那在进行呢我们的 PK 赛之前哦，在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好消息要来告诉大家，有这个阶段呢就要来欢迎我们的特别嘉宾了。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又是谁呢？现在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麦当劳每年都会推陈出新，提供美食的多样选择，其实呢他们关心教育。麦当劳每年也在全美各地举办教育展，提供升大学的重要资讯，还加码提供了奖学金，帮助许多亚裔学生进入梦想大学，勇敢地去追求梦想。教育展上人潮蜂涌，尤其是在麦当劳的摊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华人家长和学生，这就是每年麦当劳在全美各地举办教育展的盛况。不过面对2015年最新录取率，哈佛大学只有不到5%，史上最低，让许多华人高中生和家长都很担心，因此特别需要教育展来帮助他们取得全美各大学的最新资料。那麦当劳一直认为教育是社会很重要的一环，而且我们也认为说所有希望受教育的学生都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那对于一些亚洲来的第一代移民，也许他们对这个美国的教育系统不是很熟悉相对本地人来讲，所以呢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教育展，让学生和他的家长们呢，大家能够对全美国的教育系统能够比较有一个深切的了解。不只提供入学信息，一直以来麦当劳都会赞助一份份的奖学金颁发给很多华裔学生，因为他们了解到不少亚裔家庭都急需要助学补助，因此也专门为亚裔学生设置了不同的奖学金专案，就希望华人子弟都能完成升大学的梦想。麦当劳一直以来一直参与并且赞助这个Asia and Pacific Islanders American Scholarship Fund， 也就是 APIASF， 这个机构呢有很多不同的奖学金提供给一些大学要上大学升学的亚裔和太平洋地区来的学生。那这些奖学金在这个机构的网站里都有很详细的了解，那大家可以去查 APIASF.org。 不仅支持教育，麦当劳每年都还赞助各种与青少年有关的大型才艺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在美国举办超过10年的东森新人王歌唱大赛，支持年轻选手们一圆明星梦，让学生在学业和梦想之间两边全都顾到。东森新人王，等你来称王。除了透过多种形式让华裔高中生都有机会在寓教于乐的方式下顺利升大学之外，麦当劳教育展上还找来进入常春藤名校的华裔毕业生，回来分享他们当初申请麦当劳奖学金的过程，鼓励学生们只要有心，都有机会进入理想中的大学就读。那这些学生也会分享他们在高中时代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志向啊，怎么样规划他们申请大学，然后申请奖学金、助学金这些步骤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亚洲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都来参加。美国华人家庭把握升学机会，麦当劳教育展将从即日起到11月在全美各地举办15场，其中包括亚裔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包括洛杉矶地区，9月26日到27日2场展出，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和学生踊跃参加。查询更多详情请上麦当劳教育展官网。这一段新闻呢，对于家中如果是有高中小朋友的家长朋友呢，一定是相当的有帮助了。那么现场的朋友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的更多有关于 McDonald's 的 Education Workshop 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McDonald's Owner Operator T Chen， 欢迎 T 来到我们的台上。听您好，在这边呢我代表我们东森新人王呢很感谢呢多年来哦麦当劳呢对于我们东森新人王的支持，在这边是不是有几句话可以来跟大家说的？来，谢谢你 Aaron，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么一个精彩的活动哦。在场的有很多我们麦当劳公司的代表，有从我们总公司芝加哥过来的，有 Jimmy， 刚才大家见过的，他是从德州来的麦当劳的加盟店的店主，也有我们在洛杉矶本地4位加盟店的店主在这里支持这个活动。是的，那我想这项活动呢已经推出了很多年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 Tio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活动最终的目的在哪边好不好，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谢谢麦当劳一向以来一直
非常支持在美国的亚裔族群，尤其是对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这方面。那借由这个活动呢，我们今天也看到有这么多才华洋溢的选手能够有这个场地来实现他们的梦想。是的，那么我想呢，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cDonald's 的 Education Workshop 呢，针对家长还有学生有哪一些直接的帮助，还有如果呢有很多的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他们又该去哪里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希望借由教育给大家一个机会，尤其是年轻人可以迈向成功的一条路。那我们赞助这个教育展已经有八年了，今年是第八年。那我们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在洛杉矶呢，在9月26、27号两天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 McDonald Education Workshop， 或者是上网找 myinspiration.com。 麦当劳是APIASF 的一个成员，那 APIASF 呢是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Scholarship Fund， 这是一个为亚裔学生提供奖学金最大的机构，它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从2003年以来呢，麦当劳已经提供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学金给这个机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教育展，也可以上网去查 APIASF 这个网站。好，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完全了解了。那么在这边呢，也非常的感谢 McDonald's 呢多年来对于我们动森新人王的支持。那么呢，也要再一次的欢迎 Tio 明年呢要再来到我们的台上，谢谢啦。谢谢。那么呢，我们现在呢要先休息一下了，因为广告回来之后就要进行我们今天非常紧张的 PK 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在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现在看到的呢，就是韩杰明 Jimmy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Enrique 的这一首 Bad Amos。人不知要再沉沦。
寂寞，什么都没有说，又在抱紧我，联播影的演出，还有呢 ，Jimmy， 我一定要讲哦，真的是遇强则强。刚刚明明在彩排的时候呢，就走动一下而已。看完了 Jimmy 的演出，给他扭很大，都扭出来了哈，有没有信心？我觉得还不错哦，还不错。觉得刚刚自己表现的怎么样 ，Jimmy？ 我吧，还可以。那他的表现呢？还可以。语气不太一样。在我们听评审老师之前，现场的朋友。你们手上呢都有黄色的牌子以及红色的牌子，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联播影呢是我们的红麦，我们的韩杰明呢是我们的黄麦，你们觉得评审应该要留下红麦还是黄麦，告诉我们好不好？ Should we pick the red one or the yellow one？ 唱啊唱啊唱啊，评审老师请举牌，红黄红黄，三黄二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恭喜 Jimmy 可以坐上呢我们继续向前的宝座。那么呢，我们也谢谢联播影刚刚带来的演出了。第二组要登场的呢是我们的朱昭全还有宋云桥，欢迎他们两位。准备好了，宋云桥要先登场了，准备好了哈，来高西安娜秀，我们来看一下宋云桥的演出。真的很谢谢你，因为你们节目不要这样整人好不好？
好了，观众朋友，用掌声来告诉我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应该是朱昭全晋级的话，请用掌声来告诉我。宋云乔应该晋级的话，请用掌声来告诉我。完全不分高下，但是唯一能够 find 到的方法就是我们评审手中的红牌或者是我们的黄牌了。红一票，红两票，难就难在黄，哎，黄有一票了。好了，娟娟姐，红已经有三票，娟姐投给的是，也是红，红得到的是我们的四票。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要谢谢宋云乔刚刚的演出了，相当的不容易，谢谢。那么在这边呢，我要呢送我们的朱昭全上的呢，就是我们的有可能可以迈进我们冠军的这个椅子啦，好不好？请上座。哇哇，接下来的参赛者呢，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奇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在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呢张中君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比较视觉系的艺人哦，这个 Boy George 的这一首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On the left side of the bed, hey, open doors for me and you might get some kisses. Don't ever dirty my, just be a classy guy. Buy me a ring, buy me a ring, baby. You gotta know how to treat me like a lady, even when I make you crazy. Tell me everything's alright. Dear future husband, here's a few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t.Dear future husband， 红色的是我们的心里，黄色的是我们的中军，请举牌。红红红红红，清一色是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谢谢中军，来谢谢。
那么呢，我们也恭喜我们的心妮登上呢我们的宝座啦。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呢，分别就是纽约还有旧金山的陈颖以及车迟来到我们的台上。我们先来看看呢，车迟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831的《东去东去》。东去东去东去，拜托不要停。东去东去东去，咚咚咚咚，美女你 sexy and bling bling， 气质更胜水滴。冰块块还不要停，坏坏的和叛逆联名。不要停不要停，一直跳，不要停不要休息，要跟我一起。不要停不要停，一直跳不要停。Everybody jump。东去东去东去，东去东去东去，拜托不要停。东去东去东去，有 party。东去东去东去，舞曲不要停。东去东去东去，啪啪啪 party。东去东去东去，拜托不要停。东去东去东去，东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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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婷婷的窝在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气质手曾经，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哦，谢谢陈颖带来呢这一段相当漂亮的演出了。那么呢，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呢，旧金山的陈颖对上呢我们纽约的这个车迟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手上呢都有我们的红牌或者是我们的黄牌，我们的黄牌呢是我们刚刚的车迟，我们的红牌呢是我们的陈颖，请举牌。现场的观众朋友想要投给的是 Jason。You first, yellow. 哦，投给的呢是我们纽约队的车迟。红色投给的呢是我们的陈颖，亮哥。红色已经有两票了。那么 Johnny 老师，好了，各二了。哎，西磊啦，大哥。哦，在这边呢，我们恭喜我们的车迟可以坐上呢我们的宝座。来，没有要把我的手卡交给你的意思，好不好？不要紧张，来揉一揉眼睛，等一下还有呢决战30秒钟，谢谢。嚯嚯嚯，非常的精彩哦！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精彩的表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冠名赞助 ，McDonald's。首席赞助 Z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哦。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组呢，是我们的曾国瑞还有 Jennifer 的。好，那咱们的这个 Jennifer 呢，正式演唱之前，我们来下一下暂帖，好不好？有什么话想要跟 Jennifer 说的，曾国瑞？Jennifer， good luck to your performance and wish you the best， 加油加油！好有风度哦。好了，那么我们首先呢，先要看到的是 Jennifer 的演出，她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Ill. Running the drills, I be closing the deals. Lady with the sex appeal, giving her chills. Anytime I spit that reel, I be doing this since way back. Westside Kelly, really ASAP. Roll with the weak front, lay back. Hampton and one roll, baby. Young rapper, keep this OG. RP to all my beats. Slaying these verse like a loud pack. This funny talking loud with your mouth at. I ain't never tripping about the fame, do it for the love. Coming through that lane with the heat, cause I'm coming up. I be on the hustle till I get my thumbs up. I be on the grind till I see the sun coming up. 青春我的收音机 Let's go, 青春我的收音机 Backbone, 青春我的收音机 Let's go, 青春我的收音机 别动我的收音机 Get it, yeah. Going on this beat, sipping on this crisp. Know my name is Tungaray Jill C. Feeling it, I'm killing it. 这是我的收音机 Killing it, 这是我的收音机 Wow! Tony 曾国瑞还有我们的 Jennifer， 两位呢都是相当的精彩哦，汗也不用流成这个样子。有一件事情哦，我想要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说，那就是其实 Tony 呢，哦，在荧光幕前面哦，嘻哈嘻哈的感觉，有点嘻嘻哈哈的感觉。不过他爱音乐呢，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我知道哦， Tony 其实也面临到了很多的考验。甚至于呢，是在做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误入了歧途等等的哦，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你这一路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成长，还有为什么会写这么多歌，好不好？其实以前写歌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一种 feeling 可以 express。那我以前做歌就把我所有的 life 都投入在我的音乐里面，可是却忘了就是朋友还是重要的家庭。然后每天就在车库做音乐，那可是做音乐的时候也没有好像一个方向，就好像哦做一曲 ，OK， 那再做一曲，那现在就是说想要重新再找一个方向，找一个好的 direction， 那很多时候做音乐的时候都想要每个人的接受 ，Oh I like your music， 或你不喜欢我的 music， 那以前就会有点很 insecure。就是说有时候做音乐黑人的朋友会说哦 Tony 你这个不是 This is whatever you know、那华人的朋友会哎 Tony 这很好那就是说 You know just It made me less confident about myself But you know wha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day Do your best Do good in music And just be yourself That's how I feel That's what I learned 谢谢 Tony 一位是我们左右摇摆的 Tony 一位是我们非常淡定有一点怪怪的百变女王 Jennifer， 评审老师，准备好了吗？大家又面色凝重起来了啊！我们到底要让谁离开，又要让谁留在我们这个舞台？评审老师，请举牌，红红红红红哦！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恭喜 Tony， 我们也谢谢 Jennifer 咯。好，希望明年再来。好，我们 Tony 呢，可以呢登上我们的宝座了。啊，真的很难选哦。就像我们讲的，这个 PK 的东西呢，这个配组呢，都是他们自己配出来的。接下来呢，要来欢迎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了，分别呢是我们的陈心荣以及童话来到我们的台上，欢迎两位。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我们纽约，一位是来自于洛杉矶的，哇，都有了转变了啊、哦。今天有没有家人朋友在现场？没有。今天没有。现场的朋友，我们帮陈心荣加油一下，好不好？我知道童话今天有家人，对不对？童妈有来，妈在那儿，童妈在那儿，是不是？童妈刚刚说她也会唱歌，一直要上台。我们等一下呢，再请童妈上台。要帮童话加油的朋友，掌声告诉她好不好？虽然离开了你的世界，比起还漫长，我们。
容的演出，来，我们台前请。哇，我们刚刚呢看到两位美女的演出呢，观众朋友觉得应该要是红色来自于呢纽约的信荣，还是应该要是黄色来自于洛杉矶的童话？真的非常之难选。数到三，我们就要来举牌，让谁留下，让谁离开。一、二、三。红色，我们已经通过呢，是我们的信荣继续留在我们的台上。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要谢谢童话了，谢谢，非常的厉害。那么呢，我们现在呢也要请呢我们的这五位一起来加入呢我们信荣的行列哦。我们看到呢台上的这六位呢，他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进入到呢我们的决战三十秒了。不过在这边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就是呢我们的大会呢是有规定的，在游戏规则的部分呢，评审老师是会有一张 wild card， 但是要不要用呢，就是在于评审老师了。那我想呢，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评审长陈亮亮哥，非常头疼了。他们可以选择不用哦，但是如果他们要选择用的话，到底这张 wild card 我们会给谁呢？评审长陈亮亮哥，你觉得？好，其实每一位评审都有意见，每个都有爱护勇，就是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的舞台表演上面，我们看的东日新王强就是个人风格跟未来市场的可行性，换句话说，在未来有没有票房，会不会有市场。所以在现在今天我们要用一个 wild card， 我要救一个人回来，希望他在最后三十秒再给他一次发光发亮，能够打动评审的机会。这位是连播映，来 Anthony，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台上，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台上，你此刻的心情没有话讲是不是？刚刚其实 wild card 的部分呢，我们亮哥呢是给了你了，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亮哥跟评审席甚至于是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说，针对等一下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机会？感激，然后所以我可以干嘛？所以我先跟你讲，你还不是东森新人王。对对对，哦，对啊，一万块还不是在你的手中，好不好？其实哦，今天几位的参赛者，我必须要讲到的就是呢，从初赛哦，包含你自己在内，每一位我看到他们那个时候初赛的害怕，站在舞台上面手抖，到了复赛他们有稳定度，到了我们今天总决赛，每一个人上场那种大将之风，那种专业度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佩服的。现场的朋友，我们再一次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首先第一位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Jimmy 韩杰明，现场倒数三十秒钟计时开始。最后几秒呢是有一点浪费掉了，但是呢刚刚我是有一点被吓坏了，谢谢韩杰明 Jimmy 带来的非常跳痛的一段演出。好，几位呢我想大家都很紧张，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朱昭全，倒数三十秒钟计时开始。我大祖国终于统治了西国，我也终于成了一代霸主。讲个笑话，我讲装个可爱好了。我今天是礼拜一，我要去幼稚园上课，我明天要去幼稚园上课。刚刚呢，这个动一声哦，三十秒钟呢是推自己一把，还是把自己给毁了？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心妮，心妮玉女型的，不知道等一下呢会有什么惊人的演出？心妮准备好了吗？现场计时三十秒钟，倒数开始。Watch me, whip, watch me, nay, nay, watch me, whip, whip, watch me, nay, nay, can you do it, can you do it?
watch me win. And nay. 时间到，以扭腰摆臀的方法，希望能够得到高分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车迟，来，车迟准备好了吗？好，但是也没办法了，现在现场倒数三十秒钟，计时开始。Yo, 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三十秒钟我能干什么，我也根本都不知道三十秒钟我能做什么，感觉我干什么我都不会，我做什么我也不对，我怎么了？为什么胃好痛？我现在回家睡。他们说饶舌的歌手的歌词里都会有一点意义，那么在今天的这首歌里，我想表达些什么东西？跟着我这么美，咱们要么什么基本，怎么基本什么怎么挤？有我在，什么什么基本分还没不起，那怎么可以？所以那怎么样？没准备，根本准备给没他们基本后面根本就没有，根本没准备，一米都没，根本准备基本连我下面都没，怎么基本一？一。哎呦，时间算得不错哦，命运的安排啦。接下来也是我们的 rap 天王啦，我们的 Tony 请上前，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三十秒钟会做什么。Tony 准备好了吗？现场倒数三十秒钟，计时开始。Some of y'all see me, wanna be me. Some of y'all hear me, but don't believe me. I'm in the street just spitting graffiti. Popping bottles, don't genie, no DD. Trust in the name of, coming with the bangers. In the cut, freestyling with the slanger. Swag be flamed up. Flow to your dumb boy, that's a no-brainer. Stack, stack, pocket full of zeros. Cap, cap, got a strap with the C4. Cancer, no chemo. Chips right up, you should D-low. Beast mode. Yeah, no doubt. Never had no fear. All this talk about this and that. Stay leaking out of my ear. I don't wanna know weakI ain't even gonna beat. 时间到，很有 attitude 的一段演出。至于刚刚在唱什么呢，我们就不要去追究了，好不好？来，接下来呢，信荣，来，信荣呢，请上前，准备好了吗？信荣 ，Are you ready? Okay. 现场倒数计时开始。Come on, baby, don't we paint the town?And all that jazz, we're gonna rouge my knees and roll my stockings down. And all that jazz, start the car. I know a whoopee spot where the gin is cold, but the piano's hot. It's just a noisy hall, but there's a nightly brawl. And oh, 时间到，谢谢信荣。最后我们要来请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向很注重自己形象的帅哥哦，这个 Anthony 博颖，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现场倒数三十秒钟，计时开始。燕哥，这样子有电到你吗？ Hey, I just met you.冠军，谢谢大家。你还有两秒钟哦。谢谢大家。时间到。我跟你讲，每一位参赛者呢，真的是拼了，好不好？在这个阶段，我们呢就要目送我们几位评审老师呢到后台去，好好的讨论一下，好好的算一下分数。等一下呢，就要来告诉我们哦。到底2015年东森新人王到底是谁？还有我们的前三名又会到底是谁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了。来呢，来呢，来呢。冠名赞助 ，McDonald's。首席赞助 Zepter 在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您回到我们2015年东森新人王全美总决赛的现场了。到了这个阶段呢，比较紧张一点点，因为要来公布名次了。且慢，且慢，且慢，你先不要公开，因为太紧张了，好不好？对，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评审，这是我从十几年来在今年做评审压力最大的一次，头最痛的一次，头最痛的一次。
好了，但是呢，在你呢正式公布名次之前哦，在这个阶段呢，我想要请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赛普特的刘总到台上来告诉我们呢，这个最佳舞台效果奖的部分，好不好？我们来欢迎刘总。来，我们来欢迎刘总。对，我们来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看到这个东森新人王这个比赛啊这么成功啊，大家都很感谢。这个舞台给了年轻人很大的希望。那还好今天不是评审啊，那做了评审是相当困难的。是。那如果我说这个应该是叫做东森新人王们。嗯，对，他们每一位都是不得了，那而且他们今天已经被肯定了，是每一位都被肯定，是，所以我非常高兴，然后非常荣幸，我们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刘总说他不是评审，其实您的眼光就是社会大众的眼光，没错，看电视嘛，要看影像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舞台效果由您来颁发，您来评选是最恰当也不过了。那为我们揭晓，今年最佳舞台效果奖的是。童话，恭喜你可以得到的是赛普特提供的55寸 LED 电视。是，好，没错。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请到呢刘总来帮我们颁发的呢，就是呢现场投出的最佳人气奖哦。对，那么呢人气奖可以得到的呢是我们的 Jimmery 手表一只，还有呢 South Coast Plaza 所提供的奖品以及礼券。严博仪，哇，严博仪最佳人气奖，非常的有人气。好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谢谢赛普特的刘总喽，谢谢，谢谢刘总，辛苦了，谢谢，谢谢。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的比赛绝对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哦，所以呢，我们前三名的信封呢，接下来我想要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立丰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汤米律师。哇，看这个盾位就知道很有安全感，可以被信赖啊，是。而且我跟你讲，参赛者们，这个知识产权律师呢，绝对会买正版。而且呢，接下来经纪约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找您。分争最大的权益。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您将信封。哇，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在评审在评选的，您全程监看，全程掌控，您的感觉如何？我觉得非常的公平。然后这也是那一个每个评审都是他们最专业的角度来做这个裁判，公平、公正、公开。现在我们就请汤米律师把我们最终的结果交到我们陈亮亮哥的手中，谢谢汤米律师。哇，好啦，我们现在呢手中已经有结果了，七个人的命运就在这上面了哈。那么呢，现在首先我们要来颁发的呢就是我们的第三名哦。那么第三名呢，我们要请到的就是 McDonald's 的 Owner Operator T Chen 来到我们的台上。 Welcome T， 我们再一次的请到 T 来到我们的台上哦。 T 你好，来 T， 那今天您看完了之后哦，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一位参赛者都是非常的有 potential 的？非常有 potential， 我很同情各位评审们，怎么能够这么快的就把 Winner 找出来，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您自己有下一代，你会鼓励他来参加今天的比赛吗？哦，我一定会。2015年东森新人王第三名的得主是一定会很意外大家哦，黑马，恭喜曾国瑞 Tony， 恭喜。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要请到华航哦，真的是非常帅气的 Alan 来到我们的台上来。华航最新的制服，最新的制服，哎，这个讨论率很高。空少的制服，你看哇，讨论率很高，非常的厉害。好了，好，谢谢，我们也恭喜 Tony 得到我们第三名，谢谢，谢谢，我们也谢谢 T。接下来呢，我们第二名要来请到的呢，就是 McDonald's 的 Marketing Director。Sharmila Feller 来到我们的台上 ，Welcome Sharmila。好，那么我们请到你 ，Sharmila。Hello。You were in the audience, right? Yes, I was in the audience. How was the show? I loved it. Really enjoyed everybody. So happy to be here. 2015东森新人王，全美亚军是。我们恭喜陈信荣来自纽约，恭喜信荣。我们也要麻烦呢什么老帮我们颁奖啊，华航的空姐。哇，这个衣服真漂亮。
全新的制服，是是是，名师设计，对对对，恭喜，对，很大气哦。Thank you, Sharmila. Thank you. Sharon, 全球首播的第二名。来，我们2015年东森新人王的总冠军。之前呢，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请到的就是 McDonald's 的Restaurant Owner Operator Chris， 还有呢我们中华航空华航的 Marketing Director Jenny Lee 来到我们的台上。好，把我们欢迎两位啊，看完了之后也是有很多的话想要告诉大家，对不对？ What a great show!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On behalf of McDonald's, it's our pleasure to sponsor this event, and we hope to this to be the first year of many years together.非常紧张，以前都在家里看，现在看现场，发现我跟大家一样都在发抖，不要哭啊！到底是谁？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陈亮亮哥来告诉我们。好，我想在座的强调，在座每一位都是优胜者。那东人西王希望选择的是有未来性、有市场性，同时对音乐要执着、要有热忱，在舞台上能够勇于的享受自己的表演，所以。2015年东森新人王全美总冠军是于心怡。哦，恭喜你，心怡到我们的台前来。那么呢，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请所有的参赛者，还有我们今天的贵宾，一起到我们的台上，还要呢颁发我们美金。$10,000，恭喜心怡，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呢，在这边呢，我们也要相当的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收看我们2015年由 McDonald's 冠名赞助的东森新人王。我们成功，明年再见，拜拜。呼Praise it.